我一样会哭啊，一样会哭啊，啊，就是，对他那种情感从来没变过，从来没变过。那个不要去，人家是，你这样去惹人家佛门忌，你搞这些，而且你这个东西它不就是有点。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，79岁。今天10月初10是他的生日。我为什么我要去庙里供灯呢？我都是为了他嘛。说心里话，造成恶果的是谁？政府难辞其咎，对吧？对吧？